跟着院长走了一圈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，佩服他的毅力和坚持，竟然可以在荒山上开辟出一片世外桃源。我也佩服台湾人对信仰的虔诚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为啥我觉得神秘呢？台湾的寺庙确实很多，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私人道场，据说非常漂亮，但真的比较神秘，因为它在山林里。去的路确实不太好走，在去的路上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人对宗教信仰有多狂热，当然这也是自由的体现之一。台湾便利店密度全球第二，超过 1.3 万间，但你知道吗，台湾的寺庙教堂数量竟然比便利店还多，超过 1.5 万间。在台湾36000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有将近33000多个供信徒膜拜聚会的场所，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寺庙或教堂。宗教建筑的密度之高，在世界上也属罕见，是华人世界宗教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。台湾也是华人世界里宗教最兴盛的地区，大多数人同时信仰融合了佛道的台湾民间信仰，占台湾人口约 77.8%， 基督宗教派系占 6.8%， 其他包括无神论、无宗教信仰、不可知论者占 15.4%。 我一直以来是无神论者，可能有人好奇，大陆人都是无神论者吗？我没有查到最新数据，80年代中后期，中国大约有1亿人信仰宗教，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0%， 这个比例跟台湾恰恰相反。好啦，我们到了。嗨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秘境，这里在国姓乡。这里是哪里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是一个私人的道场，可能一般人不会想到来这里。这个路刚刚来的时候也有看到，非常的小，就只是单行道，到底会通往哪里呢？有听我们去过的同学讲，这里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，可以待一整天都不会觉得无聊。到底有多么神秘呢？跟我一起去探索吧。20年前，七千五百多万的负债，是因为我天天用的火湾空气。10年，7500万就赚回来，来买这些资产，感恩咱天天以上地。你老贵有贵吼，日式诶，加直接一种结构，拜于大雄宝殿。三八卦很好，对自身也很好。对，太极的力量。对，阴阳。这里是玄天修道院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上面走，再去上面去拜拜。看到你了。这里是第二层，我们要继续往上走，上面还有哦。做一天的导游，走。院长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全程用台语介绍。这一刻我真的后悔平时没有好好学台语，我找猫头鹰帮忙翻译了一遍，只能大致概括一下。这样刚才主人的青蛙石，青蛙石三只不止，不止啊，我看到六只。哎，答案哦，答案完公布，六只。哇，是不是有六只青蛙？有没有看出来？哇，这个厉害！这个石头甲伊阳波跟阳大连村所坐位置，就是甲咱日头落山同一条线。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是三合一，就是金线。这边是桂花，这采来可以泡茶喝。哇，又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里面有水。三十度，可以喝吗？可以啊，哇！哦，这么厉害！是压制过的水，一定是很棒。是泉水，可以喝。对呀，山泉水哦。哎，放在哪？
加桂花哦，哇，美女，加十哎，加十哎，比咱再这么多，一百几吨，香香甜甜，可以喝啊，就好喝啊，最主要很香。然后那甜又水甜甜的，其实水质，水质如果好，你喝就知道了。马上拿出来，正成立。有一点点甜哦。这个比开水好很多啊。这个就是台湾 Hinoki 的，这要长很久不是吗？这一颗大概三四年以上。日本人的 Hinoki 也没有办法。没这么香，只有台湾的会，台湾的国宝。像不像一条龙？有一点像在迎客，有没有？客厅可以唱歌，还可以唱歌。礼拜六和礼拜天是开放的，可以唱歌。啊，那间是民宿，这么高级，有百万的厕所哦。哎，啊，栏杆咱走起来吼，走到山上比较风格较一样啊，看起来吼较舒服。这是阿毛头做的。伊这是民国83年开垦的时候用这石头拢风化了，有无？这有经过九二一大地震准过，前天修道院的停车场捌伫遮。这条路做开垦，我就是无要让恁行做回头路，落去搁转来就是行迄边停车停起来，绝对无让你搁行这条路转来，就是讲让你搁看较无同款的景观。哦，这就是我为设计，哦，这来开始就是我家己开垦的。啊，这树我拢是我。在雕在栽培，我说树啊一定要做无同款的 A 型，哦，慢慢啊，细长该种。我第一届学西卡拉，第一届做景观，就是我的成就，就是一捆。哇，这里好美！其实这拢是。本来拢有樱花，啊！伊死伊死，因为樱花足歹顾。我买1000丛的栽啊，结果死甲全部50丛。这里做弯来弯去的，当我们年纪大了，可以来这里散步泡茶。这里会建一个八卦亭，桂花种的弯弯曲曲，是让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角度都能闻到桂花香。整条路也是弯弯曲曲的，比较有曲线美。这些石头都是当年来的时候就有的，我们重新排列过。这里刚好有个座位，可以让师傅静坐。听说用心可以跟植物对话，我来试试。阿伯要做一个平台处理，阿下卡是成功的。其实我咧开过的时阵拢遮大粒，无落叮当，所以佫也呆掉的，拢是遮大粒。贝壳系列，你啊看整个咩？是一尾嘴巴，这边看一尾鱼啊，这边看是一只龟，千年龟啊。我讲阿伯有一个水花，就是水落还是放落，伊下卡有七彩顶起哩。一窟水池啊，拢完全无同款，伊个造型拢无同款。啊，水就是咱山顶水，啊要来卡走，啊结果无小心，卡到卡正那翘起来。所有的这石头拢总干啦，收胖收八人收一年，这个石头连来一定伫溪底，但是迄粒连来结果插伫遐，无可能伫溪底，所以讲迄粒伊是阿要倒去啊。跟着院长走了一圈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，佩服他的毅力和坚持，竟然可以在荒山上开辟出一片世外桃源。我也佩服台湾人对信仰的虔诚，不敢想象这是私人的道场，是他们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。未来我一定要再来看看，相信一定会更惊艳。